我让宁安梅的奉子营守在卢府前后门，二乔一出来，我就知道了。你伤还没有好，不该自己出门啊。我不出来，谁能劝你回去啊？江南不是只有一个卢家。等我伤好了，找个机会和江南文坛作对，多招惹几家京城一样的满意。 姐，我闯祸的本事，你总该相信吧？当然相信。那你答应了，别再委屈自己。我整天追着你跑，我的伤可好不了。 行，我答应你，不让你担心。这就说定了。给我点时间，等我伤好了，闹得个天翻地覆。